大家好，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介绍，蜜袋鼯除了原色的蒲蜜外，分别有什么颜色？这些颜色之中，马赛克的花色是最变化多端的。它们身上白色区块是随机发生的，一般生长在脖子后方以及四肢末端与尾巴，会随机呈现或多或少的白色表现，几乎找不到两只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可以说，每只马赛克都是独一无二的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出现概率比较常见的马赛克种类有哪些吧。标准马赛克指身体体毛出现白色毛发，但并未有黑白毛特别分指定位置或比例不明显。只要是身体毛发出现面积白，如果尾部、背部、四肢或同时出现，均可称为标准马赛克。黄尾马赛克在尾巴有一圈圈黑白相间的环状，可以是一个或好几个环状的造型，环状愈多愈稀有，颜色可以从白色、浅灰到深黑色，也是一种广泛被喜欢的样式。白尾马赛克，顾名思义，只有尾巴为纯白色，基本手脚都会呈现白色，其余部位为普通蜜袋鼯的样子。浅花马赛克有着非常浅、接近淡银色的皮毛，且四肢末端可能出现纯白无灰毛，整体就是白色较多，背部银色较浅淡，同时尾部为纯白的可能性较高，有人也称它为白金马赛。桃心马赛克，桃心马赛克特别之处是在身上有个很明显的爱心形状深毛发，一般都会在蜜袋鼯的头部位置。白马赛克，白马赛的皮毛几乎全白，只有少数的灰毛，可以从耳朵的黑耳斑以及淡淡的灰毛来判定是否为白马赛，乍看之下几乎白的与白蜜类似。派拼图马赛克，派斑是马赛克延伸出来的一种，它们身上的斑纹除了马赛克的表现之外，身体随机部位出现普蜜的颜色，边界清晰，因为拼图的随机性和特殊性属于非常罕有。你们还见过那些特别的马赛克品相的吗？欢迎下方评论分享哦，谢谢你的支持。